国际武术竞赛套路长拳。长拳是武术套路训练和竞赛的基础性项目，备受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的重视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长拳是在吸取了扎拳、划拳、炮拳等传统拳种的典型动作的基础上，遵循武术套路运动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竞赛要求创建而成的。该套路编排设计合理，内容丰富，组合形式多变，难度适中，全套动作布局巧妙，连接和顺，起伏转折有序顺畅，充分体现了长拳项目动作舒展大方、快速有力、节奏鲜明的运动特点。武术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第三套国际竞赛套路长拳项目由我给大家作为介绍。我们将从动作的路线、技术的方法、演练的技巧、动作的质量以及辅助性的练习，全面重点的给大家作为一个课程的介绍。希望各位教练员与运动员与我们一起共同进步。我们现在介绍第三段的第一个组合，那么它是由腿法和平衡来构成的。瀑布勾手亮掌后，我们向左转身，抡右臂向前上左步，正踢腿，落右脚，跟左脚，燕式平衡。我们这个动作燕式平衡，我们要求静止达2秒。一、二，两臂成水平，腿要高于身体。我们练习平衡动作，需要静止时间达到2秒钟以上。那么，我们怎么样更好地辅助运动员掌握平衡能力的训练？比如说，我们所做的后踢腿。好，我们还有一种训练方法，比如说我们单腿的支撑训练，抱膝，落，又抱膝，控制好身体的垂直能力，移重心到左腿或者是右腿，落。那么我们在做平衡动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有屈到蹲的重心移动过程，也是我们武术去完成一个单一的拳式当中，我们更好的去完成下一个动作做好的重心移动。比如准备同时向四周前后左右手目视的斜前方，那我们教练员在把位运动员的腿的部位、肩的部位以及目视的部位，要呈定型状态进行平衡性的反复练习。33，正踢腿，技术要点：左腿直立，收髋勾脚，右腿前踢至前额，力打脚尖。34，燕式平衡，技术要点：右腿直立，上体前倾水平，塌腰，收臀，力打腰背。
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第三段第二组的动作，在这组动作当中，我们包括了步法、拳法等动作构成。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动作的路线以及方法。左脚向前上步，交叉，然后左脚蹬地向前腾空跳出，落右脚，成右拳，摆左拳，成十字拳，右臂放于肘关节，然后盖冲，右臂向后，左臂向前，提膝调整。我们可以介绍动作的这种规格，在这个组合当中，我们的弓步十字拳，那么和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弓步的要求是一样的，水平状态达到脚背状态，后膝以及脚蹬直内扣，拳脚着地，成十字拳状态。在这个组合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运动员们在演练的节奏上要大开大合，然后需要我们的腰腿以及我们的提膝状态达到标准。我们古时候的提膝是在什么？是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，是一个向内向上的一个提，而不是我们这样去提膝。内扣，小腿一定要达到内扣，所以我们让运动员做一下示范动作。那么在这个节奏的把握上，一供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考。35，弓步十字拳，技术要领：冲拳迅速，上下肢协调完成。36，弓步左冲拳，技术要点：弓腿膝与脚背垂直，大腿保持水平，后腿扣脚蹬直，左拳右掌协调一致。37，提膝调掌，技术要领：提膝腿，踝关节内扣，肘与膝相对，右肘肘膝与膝相对。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我们第三段第三个组合的动作。那么在这个组合过程当中，我们有手型的变化，我们有步法的变化，以及我们有重要的步行，也就是我们扣分点的动作的弓步的动作。提膝，重心下移，弧形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步回身，扣脚，双摆掌，上左步，击步，上步，弓步，搂手。在这个组合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方法要值得大家注意。那么在这个技法里边，我们有一个击步击掌，这个击掌是由上向下的位置，就等于是我们从这里裸手击打，是前方，比如说面部，然后顺势向下、向前、向下、向后，
击步击打这个动作呢，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方法，我们上步击步以后的这个击，是指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外形。那么我们这个动作的整个这个诠释，需要在击打的过程当中有上、向下、向后，快速的向下裸手，裸，这是击，击，裸手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击打后的一种方法，裸，击打，裸手，击打，裸手。我们弓步靠场，我们大部分运动员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都是用右臂的外侧去进行像分掌一样的动作，这个动作是错误的。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实际运行的技术方法是弓步靠掌，是用我们的食与脚，就脐与脚贯穿于腰和髋，就腰和胯的位置，达于哪？达于梢。这个梢节是用什么？用我们的后背后肩胛这一侧贯穿到我们的臂的外侧，贯穿到臂的外侧。马步转换成弓步的蹬髋，由我们的马弓步蹬发于我们的后背，贯穿于我们的梢节外侧。弓步靠掌，弓步要求与前面我们介绍的动作是一致的。那么我们需要大腿水平，膝关节垂直，脚内扣，后膝蹬直，然后弓步勾手亮掌转髋，弓步后膝后脚，要求同前面我们讲课当中所提的动作质量标准是一致的。38弧形步技术要点：右腿屈膝前弓，左腿屈膝上步，重心前移，向右前弧形绵绵不断，步行深邃。39扣腿双摆掌技术要点：右腿屈膝半蹲接近水平，左腿脚尖勾起并紧扣于右膝后，上体直立，肘关节微屈。40击步劈打技术要点：抡劈掌由上向下力圆，肩松步活，动作开合舒展。41弓步靠掌技术要点：尽力顺达，转髋带臂，上下肢配合协调一致。42弓步双勾手技术要点：转身以髋为轴，两臂后举，挺胸立腰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第三段的第四组的动作。这组的动作主要有弓步和马步的步行，还有我们的劈拳、架冲以及抓肩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掌，重心移至左腿，垫步接蹬脚，力打脚跟，马步挑打，抓肩式，肘法一，马步架打，弓步劈拳，动作规格的要求也是与我们前面讲的弓步一致的。
那么需要大腿水平，打与脚背，膝关节蹬直，脚内扣，前脚着地，马步架冲拳，调打，需要马步呈水平状态，抓肩式，滚肘，冲拳，马步架打。马步的动作规格需要两腿膝关节与大腿呈平行状态，也需要马步呈水平状态。43，垫步蹬腿，技术要点：垫步快速，右腿蹬至水平，收髋立身，上下配合，协调完整。44，弓步劈拳，技术要点：劈拳托掌，协调用力，完整一致。45，马步托挡，技术要点：上托掌敏捷，眼随手动，冲拳快速，落步协调。46，插步抓肩，技术要点：上体直立，抓握有力，步伐轻灵敏捷。47，马步架打，技术要点：动作连贯不停顿，转换快速协调，力点准确顺打。第三套国际竞赛项目长拳套路，今天与大家已介绍完毕。在本次课程当中，我们重点介绍了动作的路线、技术的方法、演练的技巧以及动作的质量与扣分点。希望各位教练员与运动员在今后的训练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进步，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。单拍脚，摆左拳，开步冲拳，砰，一二三，踏踏踏，一二三，肘法，一，外摆腿，硬步，